这个节奏上，他的苏干又有一些被动。机会，漂亮，哦，漂亮，又是棒棒的出手的速度，脚下高位很。漂亮的追身，漂亮，哦，漂亮，看出苦娃的手感了，在寻找节奏方面呢，制造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，嗯，漂亮，我们看到气势上来之后啊，这气势，漂亮，哦，漂亮，这球我们看反拍，应该是两个局点机会。漂亮，嗯，这是利用发球建立起来的优势。哦，没有办法，完全是在跟着对，然后双方在一段时间之后有一个转换，嗯。漂亮，一定要这么打。对，即便风险暂时领先，握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。50上来又是一个内角的 ace。进了，漂亮，哦，这个接发球，嗯，内角的发，哦，漂亮，精彩的一分，跑动当中，而且还强行往下退，又被汉球楚娃猜到了方向，线路堵在了这个反拍位，所以我们看反拍借力一顶，顶出了一个直线，漂亮，好球，好球，这个正拍的快节奏，漂亮，好球，好球，连续的反拍的进攻，我们看到角度打的啊，漂亮，好球，好球，非常聪明，如果一旦落地回击球，对方，啊，好悬，哼，但是看这个二发，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，连续的抢攻，
漂亮，漂亮，这一分非常敢打呀。再有什么样的领先优势，都有可能会翻盘。漂亮。哦，这个发球，内角的发球被汉丘楚娃抓到。我们看正拍也是借力。非常危险，太生了，这个正拍站定了以后向对方过多的失误，有的时候反而会断送比赛。漂亮，轻打，我们看很稳妥的一个处理。没有办法了，可能四哥仍然是非常顽强。帮助自己呢是拿下了全场比赛，这样汉丘楚娃呢是6-1、0-6和7-5，经过三盘的苦战，战胜了泰国的老将坦纳苏甘，成功的晋级了中网第三轮的赛事。确实是非常精彩的比赛啊！听说今年的中网场场精彩，虽然。一发得分率56%，二发得分率是42%，轰出8记 ace， 有1个双误，14个破发机会，破了对方6个发球局。